今天是2024年7月25日星期四。小编最近这两天总刷到电影解密的小视频，没想到今天就看到了消息，周深献唱电影解密同名主题曲，惊喜。该歌曲的 MV 已经上线，而英文版则是由最近歌手上大火气氛无数的加拿大歌手凡西亚演唱，一下子请来两位歌手确实了不得。电影解密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麦家的同名小说，陈思诚编剧导演，刘昊然和美国著名演员约翰·库萨克领衔主演，陈道明、吴彦祖也都有出演，是小编很期待的一部电影。这次在联手周深可谓是强强联合，相信大家也都发现了，最近的大片尤其是内地大片都喜欢找周深演唱 OST 主题曲，比如张艺谋的《悬崖之上》，文牧野的《奇迹笨小孩》，郭帆的《流浪地球2》，陈凯歌的《志愿者》，贾玲的《热辣滚烫》，再到陈思诚的《解密》，每一部都是大制作或者是当年的爆款，能够邀请周深演唱也足以可见周深的实力和影响力了，恭喜。另外话题周深献唱电影解密主题曲，以及居然有连周深都说难唱的歌等都登上了热搜榜，而全网在于电影解密相关的全部信息中被提及频次最高的艺人就是周深。目前电影已经开始点映，8月3日将会在全国上映，期待一下。最后腾讯音乐榜2024年终榜单公布了，在榜单浪潮榜歌手篇中，周深获得了上榜歌曲最多男歌手，同时周深还获得了有你榜上半年最佳表现歌手。周深上半年的成绩单相当亮眼，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官网看一下详细内容。你会去电影院看电影解密吗？欢迎留言评论，同时欢迎订阅我们，每日都有健康更新。